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国卫初三 AM 新闻》，我是陈吉安。先看今日新闻重点：国民党团提出电压发修法，要求起电前要先过立法院同意，直接送去议托。民进党团批评讲，这是破坏宪政体制。分地检一个检察官疑似是对人爱无登记所有的书记官，检方依照违反警种所有防制法提起公诉。中央补助华东旅行休店一间补助一千，唔拿包括台东，即马个传出讲，既然嘛有疫情处，华人业者是真不满。新闻一开始先看，立法院国民党团因为不满政府的起电钱，提出电业发修法，要求未来若要起电钱，拢要先过立法院的同意。这样提议嘛得到民众党团的支持，表决通过，直接送去立托。也民进党团是批评拿病也安尼死做，根本是迫害宪政体制。请所有的委员就坐在自己的位上。立法院初三真侪摆表决闹热吵吵，那日继续攻防，院长韩国瑜个人维持地主，将对政府四月要起电价，立法院进行通过电价无要起的案件，按过经济部依法依原按照电价审议委员会决议的结果执行起电，行政也通过补助台电一千亿。蔡英文决定将电价法49条修正草案，为经济委员会提出进步举动。民众党团表态支持。我重复表决结果，出席109人，赞成58人，反对51人，赞成者多数。国民党党团提议照案通过。那被地表决台前联手，58票对51票胜出，仍然推出重复表决，也无法度。那被指控电价审议委员会机制无公开、无透明，而修法要求未来电价起好多拢爱上国会审议。人民面对的是断电、停电，还有电价的高涨；产业界面对的是电力供应的不稳定。今天国民党这个版本，我们赞成。禁户恶毒，让他早一点进入这个实质的审查这个讨论哦。杨启凯指出，禁户无重视国会决议，也提出民众党团版本对纳贝联手修订法案。民进党团批评纳贝是政治在专业顶端的专业阻挡。因为电业法是整个电业政策，把电业定价那个有审议委员会是相当专业的啊。那你抽出禁户恶毒，要把修改整个游戏规则，这冲击面很大。很大，都大家慎重。另外，环岛高速铁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华东快速公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初日取消调解协商。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会阁开调解协商。国民党洪明凯呼吁行政部门提出对策的方法，一定要不时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纳贝党团先联手甲起电钱的方案按下，即马佫讲要修法，要求电钱审计委员会决定，拢要先过立法院的同意。有环保团体就批评讲，电钱若无起，电到用电愈伤的补助领愈侪，这根本就是要多利财团。维持天价审议独立性，支持合理调整电价。宽团一早举行记者会，指出民间已经联署，要求电价审批应该独立伫政治之外。反对在野党提出冻结起价，嘛认为电价审批的结果要经过立法院同意，是甲电业法修恶。他其实是就是在图利财团，而且是大开这个改革的倒车。学者指出，这波起价甲国际能源价钱起有关系，国内电价应该反映成本，嘛因应国际能源总署数据指出，台湾2022年的电力补贴达到2400亿台币，这种补贴化石燃料的做法，甲国际趋势是颠倒变，对用电的大户上有利。用电最多的人，他就会享有越多补贴，要求这个电价冻涨来讲话，这其实是不合理的，其实也是违反一个我们在昨天在讲的一个 COP28 的一个决议。学者嘛指出，台湾一般主体电价够压缩会占家庭所得比例是1.2%，比韩国的2.8%，够日本的4.3%，搁较低。偏低电价对节能科技、个人环保服务业的发展无好，无法让消费者或者是厂商感受到真实的发电成本
那也其实也不利于能源服务业哦，节能科技业的等等的发展哦，其实整体来说是阻碍台湾迈向净零转型。朱富人民认为调整电价了后，要更加注重配套措施，补贴弱势家庭。同时，立法院应该把重点放好着，全力协助节电，加速智慧电表的装设，一直来冻结起价，恐惊是全民拢输的做法。记者林前梅、谢基文台报报道。两岸的情势紧张，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就警告讲，中国跟俄罗斯第一届针对台湾问题联合军演。不过，毛学者分析讲，俄罗斯应该袂直接介入台海冲突，因应该是负责分散美军，让中国伫台海先占着优势。中共再增加侵略台湾，国防部初三查到共计26只共舰五只出现伫台海，其中有17只共舰超越海峡中线，进入北部甲西南空域，也有一只离桂林41海里。不过引发台海情势紧张的要俄罗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警示，头一摆看到中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联合军事演习。We see China and Russia even for the first time exercising together in relation to Taiwan and recognizing that this is a place where China definitely wants Russia to b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e see no reason why they wouldn't. Even if Russia and China and a military force are not interoperable, they would certainly be cooperative, and we would need to take that into account in force structure and planning.海恩斯讲，中国希望甲俄罗斯伫台海强化合作，也想要分裂美国、欧洲甲印太盟友。对着中国联手，美国国防情报局长克鲁塞证实，正伫检视规划美军部队结构，因应甲中国同时作战的情形。学者分析，国军无排除出动舰队，出现伫日本海峡附近，必须美军分散兵力。俄罗斯直接参与，在台海这个战场上帮助这个对岸的几率是比较低的。那俄罗斯最有可能做法可能是亚太地区的其他的方向，比如说在日本海等等等等，有一些他的军事展现肌肉的作为。对中国威胁一直提升，美国跨党派议员搁再提出新的支持台湾法案、台湾安全法，要求美国国防部在法案生效了后180天内提交国会有关美台签订军工业合作可行性甲可塑性的研究报告。欢迎政府总统萧美琴向美方发话，和台湾加入美国国防供应链。我们也希望未来进入产业链之后，能够加强在台湾自己国家内国内的一些生产，一些关键零组件也好，一些国防的这些产业链里面，能够有更加强的韧性。美国众议员巴尔已经讲要出席台湾2020总统就职典礼。巴尔认为美方必须要提悬威吓的力量，确保台海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诈骗案件多，即马警察咧查办，讲抓到一个军人，是涉嫌利用休困时啊去替诈骗集团收钱。广播员讲那是事实，一个态度。一个另外一件是讲去抓到前立委宜天的警察 Gary， 涉嫌替诈骗集团共款咧收钱，即马是羁押禁见。穿黑衫的查某人伫顶下脚行来行去，接外送员挖金，将包裹摕起哩，一只表卖坏，警力出动，当场斩掉。面交包裹内底装十万块现金，拢是骗来钱。35岁姓谢的查某人，便称网络交朋友替朋友提货，暗过警方调查，伊被诈骗集团吸收，担任受追手，阁发现伊身份是一个现役的军人。经周姓犯嫌配合协助，于29日晚间7时许，前往台北市南京东路，向吴姓被害人收取装有现金10万元之包裹后，警方再巡线查获前来收包裹之谢姓女收水手。第一个是配合司法调查，那第二个我们也内部成立专小组，也进行在法纪调查中，若属实，就是记过惩处以及办理那个派出作业。戒毒军人伫竹筒电棍服役近一年，负责军事网络安全任务，即马也出弊端。国防部回应，这是涉案上司休困的行为，疑似诈欺者罪嫌，配合司法调查。诈骗是800款，也拢抓不了。警方搁查到另外一件诈骗的案件，逮捕真济个嫌犯靠犯。来上车。双手铐掉呢，伊是个人倚天的警察，外号 Gary 的单件，身躯被抄出大量现金，拢是假盗取的钱，疑似正做诈团的受罪手。涉犯3人以上共同诈欺取财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羁押原因，负有羁押之
必要。我们都一直以为他是在他妈妈的建筑公司上班，不止惊讶而已，很可耻。我最气的就是用诈欺的行为啊，还做车手的头，不要脸，真是。加塞比利亚一天感觉生气，佮见笑，经过法院审理了后，因为 Gary 犯罪嫌疑重大，有串证背景的理由，最后裁定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没有扣的东西。过来是看到婚姻地检一个检察官，技术是对人爱慕，长期去社交一个书记官。警方内部调查立案，对警方社交牵涉到刑事的部分提起公诉。后续卖召开检察官职务评定委员会来决定行政处分。婚姻地检署一个细微的检察官和同署一个查某书记官指控讲，涉嫌对性骚扰含跟踪骚扰，经过分检内部调查，性骚扰申诉成立，跟踪的部分刑事侦查终结，四月二九提起公诉。性骚扰部分于113年4月23日开会决议。认为性骚扰成立，另外涉嫌违反跟踪骚扰防治法部分，本署业经调查完毕，于今年4月29日提起公诉。婚姻地检署讲，这查某书记官自控制一年告知了哦，因为这细微的检察官介意伊个追究，定出各种理由送伊礼物、含伊讲话，造成伊的困扰，和查某书记官的直属检察官制止。但细微的检察官无听人的劝告，甚至开始继续伫个上班路口的所在，讲对条条跟踪骚扰，规定用赖传信息。细微的检察官后壁除了爱接受6点钟的性别教育课程。受检察官职务评定委员会照法官发审议了后的行政定处，本署后续将于113年5月6日召开检察官职务评定委员会，就未性检察官所涉性骚扰及跟踪骚扰防治法部分。进行审议，决定后续行政惩处。特别是在一些比较阳性文化比较重的一个单位，当中也包含一些性别歧视。好，那有时候歧视是比较是无意识的，那就是很感谢这样子一波一波的 Me Too 浪潮，然后带起我们去唤起大家这个性平的意识。内兴基金会是肯定婚姻地检署第二被请提起公诉，而这会和公诉立机关的雇主警示作用。进行 Me Too 的热调嘛，对性别平。定意识真有帮助的效果，但是无排除在社会内面嘛是有真侪大家唔知影的部分。呼吁拄到性骚扰、禁骚，应该勇敢站出来寻求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大医生黄立雄因两翁仔某向控告讲涉嫌诈欺，违法敛钱将近台票2亿，了后就潜逃出境。到即马过5年啊，今仔伊才转来投案。检方问过了后，以50万交保。经过调查，目前黄立雄要欠税超过7000万，名下已经无其他的财产。这被害人的钱款恐惊拢是讨袂转来，选伫这时阵来投案，嘛引起众人的讨论。调查官全程介护，网络名人贵妇奶奶、查甫朋友、爸母，互人带回询问，害我走5年外，进前主动联络调查局，讲做去互黑道追杀，申请政治庇护，互人驳回，表明有回台意愿，车上透早倒来台湾投案。贵妇奶奶、查甫朋友、爸爸黄立雄，进前是代代妇产科名医，即个倒来台湾是为了想黑道，还是破病倒来台湾就医？原因讲法真济。就是年纪大了，因为也将近80岁了，所以有落叶归根的那种感觉。经过检方复审，黄立雄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加阶段，爱挂电子卡了。伊涉嫌这个案件，爱为真侪年前讲起。伊后生黄朴健加贵妇奶奶苏丹端，2011年合开医美诊所，黄立雄冠名负责人。2018年却无预警倒店，被人控告涉嫌吸收资金至少2亿，先后刷钱款的做营造，投资人甲各位聊天的消费者钱拢乌有去。他们蛮奸诈的啦，就是想要回来的时候就回来吧，反正拖盘拖的差不多就可以准备回来了。被害人气功黄立雄一家伙已经全部脱产，损失可能讨袂转来，因为连执行署都讲黄立雄是欠税大户，欠超过7100万，目前是干那有99万外，已经无其他的财产啊。
积欠综合所得税罚款及健保费等25笔，合计期间155万余元，现已执行存款及人寿保险契约金，约货偿99万元。回来会不会还钱？五立平的继后五立丽金会和警方通缉时牵涉到另外诈欺案，让人控告以捐钱起票的名义涉嫌假释，但查甫人借400万，暗过拢无照做。在警方获讯了后，得到报请回，限制出境出海。除非检调这边发现说有共犯结构，才有可能对他父母做追偿的动作。不然的话，其他父母回来其实根本对于就是。被害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吴立雄阿嬷回台湾，自救会律师是讲对被害人帮助不大。上关键的贵妇奶奶两个人也滞留在海外无回来。调查局回应，持续跟加拿大执法机关联络，只是两个人就算回来，代志已经发生遐侪年啊，被害人的钱敢有法度搁摕到，恐惊嘛真歹讲。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医学大学附属病院发生讲有内部的人伫社交平台顶端公开抄死者送院的过程，网友追查发现伊就是高一的同学生，死者家属是气甲要求回失的，高一嘛赶紧出面来道歉，卫生局嘛表示同学生已经违反着医疗法，相当会罚病院25万。在社交平台在讲实际车祸案件，佮详细讲死者送殡仪的状况，文字看起来是无要无紧。收到留言，佮讲以后爱加分享，一点嘛嘛无同理心，互网友是看袂落去。查到这发文的人，竟然是高一的工读生。不能这样讲啦，哎，要 这种要不得不能讲啦，应该是不尊重啦。在江头先讲到的，就是七一发生伫高雄鼎山街的死亡车祸，骑电动车的阿嬷是不幸被刹车搞死，其他电动车阁留伫现场，菜篮内面阁哀悼的花，过往的亲人煞予人提来声溜溜，予家属气甲想要提过，要求江头先出来回事的。他希望江头先亲自跟他道歉，他得到应该有的惩戒。让社会得到教育，没有看到任何的我们的一些病人隐私的一些资料都没有，他是引用的新闻媒体的一些照片跟他的叙述，然后表达他自己他抒放自己的想法而已，个人表达，他自己凭空想象，对对。高医师回事在讲，这江头生在这做工课差不多半冬，迄天并无上班，目前已经改停职。请江头生的时阵，嘛有改讲工作收集内容，未来加强教育训练，卫生局嘛介入调查，公开患者的伤病资讯已经违反医疗法。本局将依医疗法第72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人员因业务而知悉或持有病人病情或健康资讯，不得无故泄露处办。得处以新台币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高一做一个高合并，医院刚说做上歹的时分，卫生局认为讲高一有管理不当的责任，除了裁罚，嘛要求院方啊检讨，而且加强员工医学伦理和法治的教育训练和管理。记者综合报道。交通的问题来看，高雄仁武的水管路三段，常常拢有刹车车在出入，佮违规停伫咧机车道，民众骑机车经过拢惊会有危险。因为警方是表示会对违规业者开单，佮加强处理。我倒摆徛伫仁武水管路三段，发现几呐台刹车车停伫机车道边啊，为着要闪大车，民众干来当徛到快车道，那拄着大车并排，现场实在真危险。有民众把这段影片铺伫网络，引起大家讨论，因为才有大学一阵学生拢会骑车上课，学生就讲常常看到大车会停伫边啊，机车干来当弄车棚，实在真危险。会挡道路，让我们比较不方便骑车。这样，对啊，就是机车会在那边转来转去，还挺危险的。有关单位会使跟劝导啊，是讲那无都来开单啊，无对桥多的人较危险啊。根据仁武分局的统计，今年水管路三段发生机车甲刹车车车祸案件就有26件，目前警方已经针对大卡车违停开出49件罚单。仁武派出所表示讲，因为这附近有开发区，刹车场的刹车车拢会伫路边等装货甲落货，未来加强开单。啊，那阮机车道又专用道，所以讲哈、一般迄个大车车袂当停伫遐。因为停车的原因是因为伊迄边啊有两个迄刷车场，所以讲伊伫遐摆班，就准备要把因的刷车啊放入内底，唔再个即违规。派出所表示讲，这段路边为白线，不过机车道就是袂当停车，刷车车停伫路边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会罚600到1200元。日后警方会加强巡逻，维护骑机车的人的安全。记者张义辉、柯昭荣高雄报道。
高铁的分流路段地站的立已经是旧年的问题啊。其中第78线附近地站已经落超过一公尺啊，是全台湾上严重的路段，到今也无法度解决。分林管府是回应讲，因为沿途有超过120,000口合法的水井，总袂当讲要完全来禁止人来抽水，也是爱请中央来想办法。去年高铁沿线包括彰化、云林、基隆、八达继续落雨，落雨量对2.6公分到5.4公分。云林县土库第78线甲高铁交界所在，累计落雨量达到114.2公分，是全国落雨上严重的所在。这个路段经由高铁公司施作桥梁预防性的改善措施，以及公路局移除了台78号的高路堤荷载，改以钢桥形式取代之后。经过我们的长期追踪，呈现量已经趋于稳定。云林管库水利署表示，虽然相关单位有咧防止地层落雨，不过云林高铁沿线合法水井有126,000口，政府只会当管制抽水，未当禁止，辅导农民改正办米，搁拄着困境。水田呐、啊、它原则上来讲，它几乎100%的是都可以机械耕作。所以它在人力上是最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要转旱作的时候，因为各种旱作，它目前来讲，它机械耕作比例都跟那个水田比起来都有很大的落差。水利署表示，若要辅导高铁沿线农民改种，除了有人无够的问题，阁有产销无平衡的情况。因为农民若要种田，卖用水，干来当用契约的方式去种，无保价机制，加减会降低农民改种意愿。这款问题阁要等中央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沙漠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顶届落大雨造成灾情，过无半个月，大雨阁开始在落。那是迪拜机场有航班取消，真侪学校嘛拢停止上课。另外，伫咧巴西罗西亚的中部嘛拢咧做大水。雷暴加强风彻底袭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侪地区，迪拜市区搁再出现积水，真侪学校甲办公室拢关起来。全球第二无闲的迪拜国际机场，五架班机转降到其他机场。另外，至少有9班入境、4班出境航班取消。这个雨有记录到13。气象单位提前一天已经对民众发出警报，呼吁尽量待在厝内底。排水和抽水系统也提前准备，加在这摆雨势无亲像4月16破纪录大水雨，无造成伤严重的灾情。沙漠气候的国家连续出现真少款大水雨，专家认为讲这气候变迁是主要原因。在阿联这类欠缺排水基础建设的国家，地灾情况可能更加严重。镜头转来到巴西。圣婴现象造成南部地区是大雨成灾，九河大水冲登去，引发土石流冲入去徛家，各地所在厝员工拢淹没了。在南美奥克兰德州，至少有13人死亡，21人失踪，5000多人无家可归，伤亡预计也还增加。州政府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的状态，总统卢拉也去这所在来视察。Está se manifestando e nós precisamos levar isso muito em conta.Porque quando a natureza se rebela, a gente sabe que os prejuízos são muitos. Eu moro ali, minha casa, só, eu saí só com a roupa do corpo.亚拉迪俄罗斯加哈萨克边境是拄着近10年来上界严重的大水侵蚀。4月中开始无正常样式，已经造成侪条河的河水涨起来，爆发崩起。厦门市话，伊信河水位测得涨到历史以来上悬的11.3公尺，比2017年旧纪录悬出34公分。民众几点钟内底赶紧来撤离。晋江红龙河水淹了了，当局预测水位会继续涨一礼拜，上悬可能达到12公尺。公司新闻，徐慧中编译。再来看美国大学校园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是愈来愈激烈。最近这几礼拜已经有超过2000人被警方抓去，甚至有大学教授因为去被警方压制，压到骨头拢断去。总统拜登即马嘛表明态度，讲暴力行为绝对未受到保护。全美国真侪所在有听巴勒斯坦的示威，真侪人被逮捕。当华哥伦比亚大厦警方把铁链啊、剪刀、挡路的物件也拢搬开。波特兰州立大学学生占领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警方开始清场，布棚本所围篱全部拢塞走。
在初二拜时 UCLA 活动的场面，全世界拢看到穿着防暴装备的警方，甲古早听命令离开的示威群众互相厮杀，警方射闪光弹。根据美联社初二上新的统计，在最近这几礼拜，全美国大厦停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已经超过2000人被逮捕。Violent protest is not protected. Peaceful protest is. There's the right to protest, but not the right to cause chaos.听巴勒斯坦示威者要求大厦停止跟以色列还有支持加沙战争的公司做生意。示威活动自4月17日在哥伦比亚大厦开始，学生要求停火，尾仔扩大到其他校园，因大步旁画口号、插旗啊，代志愈闹愈大，暴力冲突也扩大。UCLA 警方被指控反应慢钝。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幕僚长侯赛尼表示，社区需要感受的是警察的保护，不是被人伤害。伊朗国营电视卡达半岛以色列的电视台拢直播这款示威。以色列讲这款示威是反犹太行动。有一位伊利诺州大学的教授伫咧一场示威活动被抗议者和警方逮捕的画面时阵，和警方压制伫咧涂骹，当高级白骨手骨也断去。即马正拄是毕业季节，真侪学校的校长正伫咧想办法沟通协议，避免毕业典礼办袂成，或者是出代志。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也唔呐，伫咧美国，伫咧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母校巴黎政治学院，冒请巴勒斯坦的学生咧抗争，毋过赶快和警方强制清场。另外，讲伫咧瑞士的洛桑大学，因为处理方法比较和平。学校唔呐是面对面甲学生来讲。佫讲袂去干涉因的示威活动。准讲天顶去落雨，警察佫伫边仔注意。法国圣安巴黎斯坦的学生囡仔也是无减少抗争。法国警方进前进入出名的学府索邦大学，强制赶走校内亲巴黎斯坦学生了后，那无得阻挡，颠倒后果一学生囡仔加入圣安的行列。附近索邦广场初二聚集几落百的学生囡仔，表明绝对无要退让。À Sciences Po, à la Sorbonne, où en fait on a un gouvernement qui préfère réprimer les mobilisations de la jeunesse plutôt que permettre le débat dans les universités. Donc on se mobilise aussi contre le musellement de la jeunesse. Aujourd'hui, on veut museler. 美国开始先完巴黎斯坦的学院，当地法国展开。为总统马克宏毕业的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到索邦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文理研究大学，一家西部的瑞文政治学院，校园内拢出现先完巴黎斯坦的旗啊甲标语。大声发起抗争的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在学生囡仔要求学校抵制以色列学术机构的诉求，被人拒绝了后，六个学生囡仔已经开始绝食抗议。Une première étudiante a entamé une grève de la faim en solidarité avec les victimes palestiniennes, mais surtout pour s'opposer à la façon dont Sciences Po a sans cesse réprimé les étudiants désirant apporter leur soutien à la Palestine. Reste quand même qu'on a pris des positions assez fermes sur certains sujets, notamment j'ai refusé très clairement la création d'un groupe de travail qui était proposé par certains étudiants pour investiguer nos relations avec les universités israéliennes et même des entreprises qui sont des partenaires financiers. 双方无共识，过了十位学生囡仔要继续静坐。巴黎高等政治学院是宣布，因为学生囡仔占领校内的大楼，主校区礼拜五也是维持关起来。在瑞士学院嘛开始出现，上百个成员巴黎斯坦的学生囡仔，初二占领洛桑大学一栋大楼的大厅，位置高的所在挂巴黎斯坦的国旗，要求学校对以色列学术机构进行抵制，并且要以色列马上而且永久停战。面对学生囡仔抗争，洛桑大厦这方面无做任何赶人的做法，佫讲无干涉示威活动。校长佫亲身出面甲学生囡仔谈话，学生是要持续声援占领校内的建筑，一直到后礼拜一。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那讲到华人地当算长观光，县政府宣布振兴方案，对五月初十到十一月底去华人佚佗有抽奖，阁有奖励金。今另外一条，中央讲七月开始补助华东自由行，休店一间补助一千。即马传出讲，既然嘛有意咧争取，华人业者是真不满，讲因才是真正灾区。
为了促进花莲地动了的观光，花莲县政府是推出饮食游花莲，观光进行四季。这个月七十到十一月三十，无分国内外游客、自由行还是团体去花莲旅游，拢提供抽奖还是奖励金。譬如讲，国内游客都会当抽电动汽车。花莲推出了新的一波我们自己振兴的方案，就是从五月十号开始，观光署的第一期，也就是叠加上来，所以我想这有加成的效果。国内游客去花莲自由行，到底合乎理想含去三项指定旅游项目，都机会抽电动车。那是六月到九月，国家要抽国内飞花莲的双人机票，国内二十人以上的旅游团是达暗会当上关奖励5000元。国外游客自由行会当有在地体验活动含大小的拍折，上关拢是30美金。国外八人以上的旅游团是有达暗上关4000元的奖励金。另外，交通部拟定七月开始发动旅游补助，但足依然嘛想要争取来列入。花莲的观光业者嘛，反对游客走去台东，讲要来北部抗议，佮讲五月、六月都应该和饭店业者合作。花莲才是灾区，目前花莲全县旅馆的平均住房率还不到台东的十分之一。补助聚焦应该要以花莲为重点。花莲跟台东在观光产业都受到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尤其是在交通的一个部分哦。那其实，在台东的部分，其实也面临到一个大量取消的一个困境。台东和东部的观光产业是贵的密密麻麻，但是政府的补助在花东应该按照分配是意外引起讨论。不过行政院副院长戴文灿找三讲，应该会对六月就开始旅游补贴。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讲到行政院403花莲地动复原重建方案，中央的经费佮加民间的善款，拢总有285亿。赈灾基金会表示，即马善款的使用上要紧的就是生活补助。四月初三，花莲大地动灾情严重，灾后重建需要资源。行政院会初次提出四月初三赈灾复原重建方案，总经费285.5亿，会以中央的经费加上民间赈灾基金会募集的善款，加起来的钱来执行重建的工作。0403地震专案小组相关的部会全部都在小组里面，那么包括我们中央公共设施的灾后复原重建。补助地方公共设施的灾后复原跟重建，更重要的就是灾民的还有企业的这些的补贴、振兴、减免的相关措施，还有维老重建辅导团以及花莲重建的办公室也会来成立，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全部整合起来，我们可以加速的来推动。卫福部下卡的赈灾基金会表示，因目前的善款使用方式会以目前上紧急的需求为优先，亲像因为地震有人死亡、重伤的家庭，佮有建筑危险，予人搭红单、黄单的住户，会帮助这块对象渡过难关。那未来地方政府边个有需要，会应当协助的时间。在这个原则底下呢，我们基本上都是生活补助，死亡的这个赈助慰问金，我们从40万提升到60万。在死亡假如是这个家里重要的经济支柱的话，他死亡或重伤，家庭马上就陷入困境。如果是有抚养亲属的父母、配偶、未成年子女，一户最多5口，我们会给他一个月每人2.5万，然后可以一次给半年。然后这些家庭半年之后还是有状况的话，我们会个案评估，那可以再延长半年。赈灾基金会表示，五月初三是募款的上尾一天，来自国内外的善款已经有16亿左右，国外善款以日本1.4亿上多。初三返点进前，民众通透过银行柜台、ATM、超商继续捐款。记者林玉凯新闻报道。过来看台北的房价，嘛有一排老厝超过50年啊，十几年来多间改建拢超袂好势，即马申请几多登记，万事交臂，却阁有一户无同意。未来若要改建，恐惊着变作两栋大楼中夹一栋老厝。政府嘛表示，申请几多登记，除了有补助，阁有房屋税优待。位于台北市艋舺国小边啊，有一个空地啊，已经整地好啊，未来就要起一个新的建案。不过换一个角度对对面看过来，在这个大型建案空地啊中，竟然起一栋两层楼高的旧的透天厝。这是做好餐饮业者在开店，听讲处处无同意重建，然后这间透天厝真做新建案基地内底的旧厝。地主呢，他是觉得说，你拿我的土地去借了，去跟银行借钱，然后来盖我的房子，纵而我的价值增高，可是我要还这个贷款，你在赚钱，他并不愿意。
当地民众讲，这原先是几排两层楼的透天厝，厝龄已经六十年。早在十几年前，附近的住户就不拆，建商合建。不过因为条件讲白话拢无得定起，台北市建管处讲，这个建案住户决定家己来更新，依照违老条例来改建。经由民间多间公司专案管理，这个建案基地大约280平左右，未来起两栋14层楼的建筑，瓦罐学区新化区零号，要正在兴建的捷运万代山基地，厝价愈来愈贵，要来夹在中的这间旧厝，未来来要改建，基地只有26平，恐惊找无建商要接。重建来看的话，其实效益不是很高。另外一个，它可能有一些建筑法规的问题等等，它可能也没办法做大楼型的产品。像这种比较被夹在中间的小坪数的，这种老旧的可能建筑物，其实有一些就是最后干脆采取整建或者是拉皮的方式。台湾地震频繁，早期新建的房子屋龄老旧，可能有耐震不足的问题，为了促使危险及老旧的建筑物加速重建，只要所有权人全数同意，没有面积的限制，就可以申请老屋重建。台北市建管处呼吁，若是有旧厝，民众会使申请危老重建。最近政府推出各种奖励计划，包含重建计划补助甲房屋税优惠，民众会使多加利用，保障徛家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中山区的一间诊所，传出讲有医生涉嫌开爱困药的假药单，逐个月都开几啊百张以上，有的阁是叫无医师牌后生来代替伊开的，三年来就赚超过2000万。专案即马是依照违反医师法甲毒品防治条例定罪来依上发办。这间伫台北市中山区二楼的诊所，所在也稳定，无啥好势。诊所即马已经暂停营业。因为台北地检署查出，这间诊所涉嫌开不实的史利诺斯自费的药单，背后病人。陈姓被告等人于108年起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医师法、刑法、业务登载不实等罪嫌，经指挥保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台北市中山分局执行搜索6处，讯问被告5人。检调查出，这间诊所自2019年开始到2021年。透过人头病人，一个月至少开几落百张史利诺斯的自费药单。诊所姓陈的医生，搁再把这款药单卖给民众，民众摕药单去药房摕药啊。姓陈的医生用这种手法，不法获利已经超过2000万。检调也查出，姓陈的医生伊的后生无医生的执照，煞用因老爸的名开药单给病人，被列做共犯。药房姓肖的负责人是被查出，长期甲姓陈的医生合作，负责摕药啊给病人。拢被检调团犯，也毋过到底这种史利诺斯是虾米药啊？实名告发徐熙媛、徐熙娣滥用史利诺斯。二零大 S 第四关也好，也警案汪小菲举报讲，伊长期滥用史利诺斯。有说讲史利诺斯会当予人较好困，即马已经列做4级的管制药品，自生产到开药啊，每一粒的疗效拢会经过稽查，正摆大量的测定。药厂做多少量，然后到诊所或医疗机构，或者是社区药局，我们进到这些药有多少量，全部都是药足。逐科登载的，否则我如果没有登载的话，错误一次就是会罚6万。有说讲，史利诺斯的副作用是会梦游，或者是记忆未连续，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假条的情形，就要经过医生的诊断才能开这种药啊。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 ChatGPT， 即马是真流行，连中国冒吹出类似的软体。亚安台湾的国科会嘛，输人唔输阵，冒开始咧发展繁体中文。兼会晓讲台语甲客语的 AI 语言软体，展现出多元应用的成果。我很喜欢喝咖啡，你有建议的吗？讲一句中文，透过用民国台语发的台客语 ，Chat 大机器模型，电脑马上用客语做出回应。这模型搁将公共集团的台语台甲客语台节目当中用到的台语、客语拢收集内底，加上国语，内底资料库是真丰富。还有部分我们是先自己录。公视台语台把他们的节目全部抓出来用，客家电视台好去把资料捞出来，好这样子才会有足够的台语特语资料可以用这样子。国科会结合三学研的力量，发展繁体中文的生成式 AI 对话引进 Chat， 进行多方结合使用。进行银行就将 Chat 用在企业内部沟通部门、甲外部客户来运用。
客服人员都很迅速可以取得最新的一些知识，那可以节省大量节省他的时间。那我们已经也把这些东西导在一些政府的应用里面去。因为 ChatGPT 红遍全球，中国百度去年推出同款的模组文心一言，引起抢占华语文、维基权的讨论。国科会就赶紧发展出这兼顾台湾特色的台版 ChatGPT 模型 Chat， 各广泛来运用。的引擎出来，应该4月15号试出哈。那我们很多这个国内的，不管是大学或者是业界，大家就把它用进去。没有台台的话，其实政府已经讲了，没有台的话，台湾就没有一个自己的 value。如果没有台的话，下面白工白又不知道怎么办了。包含提出电力学平衡理论，对电脑科学产生革命性影响的中显院院士孔祥中也参加这场成果发表会，强调台湾免发生这个各国 AI 竞争的世界，鼓励产业和学界继续研究发展，培养优秀的人才。记者综合报道。电影的消息来看，台南安平的西光岛是出名的观光景点，不过当地却常常收无信号，手机嘛常常卡袂通。居民申请采基地台，结果却采伫咧学校附近，小离干那100公尺远的所在，是搁再引起家长的批评。来到台南安平的西光岛，一大片的树林，让人看了心情好。不过，一在国小西光分校对面的树林当中，煞有一座10层楼高的基地台，离学校仅仅100公尺左右，拄好去对到学生在上课的教室，家长是真反对。已经超过10层楼左右高度的那个基地台在这个位置，而且它正对你如果在学校，你看到它对过去刚好对到我们的那个教室了，是直线距离。我们海岸线这么长。你为什么就是要选择这样离我们学校这么近的位置？因为电磁波这个会不会对人体有影响，或是影响到哪里？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所以我们会有疑虑小孩的身体健康。家长是搁在强调，唔是要反对采基地台，唔过选的地点应该慎重。台南安平西光岛这几年来变作观光景点，唔过因为信号歹，手机常常卡袂通，和居民观光是真无方便，搁影响救灾。在地讨论了后，才决定采基地台，无受到讲，即马搁和家长来反对。你像我隔壁遐发生火灾，你咪要靠外埔，你北地遐人钓鱼遐上，还佫走出来到外口啊，敲电话，都无方便啊，你生活都无方便啊。说真的，在海岸线这边根本没有讯号，如果要通报的话，要到马路边才能通报。那第二点就是我们里面很多长期在跟我反映说，这个渔光岛的讯号真的很不方便，不单是民生用体改善，而且生命财产也能兼顾到。有家长要求基地台已经刷走，不过嘛有家长讲，采伫咧校门头前含学校内底拢无差。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嘛按算初时开会协调，希望会当超出共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蛤蜊是台湾一种真有经济价值的鱼啊，不过大家一直抓，却影响到生态。为着渔业的永续发展，既然所有渔会加海洋保育团体，今嘛伫南方澳放出万挂杯蛤蜊。按算今年要放出50万杯，希望会当看到活跃成果。我讲，阮等个蛤蜊放流入去大海，所区渔会甲海洋保育与渔业永续基金会，七三地南方澳豆腐价放16500杯蛤蜊。因为这个鱼不错，然后再加上长期我们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了哈，我想这很多同学应该就知道有很多的渔业的资源呐。就数量就变少了。金雕俗称蛤蜊，是有高经济价值的鱼种。不过最近面临掠食者，野外数量渐渐减少，国家养殖技术条件正高，市面上已经越来越罕见。野生蛤蜊一公斤价格差不多400至500。有两种的方式，一种是有养殖，跟一个野生的。野生当然是大概在400-500块左右的。学生把一桶一桶的蛤蜊鱼放流入大海，不过放流行为不是一年四季都会使，要在正确时间地点，也要用适当的方式放适当的物种，像蛤蜊鱼是适合在春季放的鱼种。觉得任何鱼种应该都需要多加繁殖，不然以后有可能会绝种。海洋保育加渔业永续基金会一定今年要在全台湾放50万杯蛤蜊，希望达到复育的效果。海洋资源有限，生态系统也真脆弱，一旦破坏，要复原不简单，需要各界拍拼保育和珍惜。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1925年开工的彰化市农业仓库，是全台湾目前唯一有保留下来的太祖老式米埕仔。2016年时，因为顾虑到安全，有拆掉剩1/3。经过文书团体抢救，甲县政府协调，通过审计，甲农业仓库列作县定古迹了后，也伫去年争取到中央的补助经费。除了加强旧仓库的安全，已经拆掉部分，卖建造一栋新大楼。建造一栋新旧共用的建筑，拆到只剩1/3的彰化市农业仓库，经过文书团体抢救，甲县府等侪方面的协调，2016年得做县定古迹。经过6-7年的等待，去年总算争取到中央的补助。旧的部分，咱尽量甲修复和完成。啊，新的部分未来就是咱彰化市农会哦，农业教育文化推广大楼啦吼。以未来使用就是讲吼，咱古迹内底，咱会尽量用静态一挂这个展示吼。啊，新的部分就是讲吼，咱会使用一挂诶青农的教育的场所。1925年落成启用的彰化市农业仓库，当当时总建坪有267坪，有米仓、加米等等的功能。因为通风，才来设计的半圆形厝顶、拱形走廊，也让这栋仓库有太祖老的称呼。目前有农业仓库抢救行动的地方文书者就讲，即阵的修复工程其实是无办法的办法。这个就是已经没办法的办法了，已经拆掉了嘛。你讲交通高架这种方式，搁个起得起来，理论上是很困难啦。毕竟1/3是现代，1/3是高架的。诶，农业仓库这个所在哪会使？伊若是有法度可以休困，佮会使来去食一寡食物件，佮会使买物件，也是上好的所在。啊，而且讲保存即个仓库的原样吼，啊，尽量吼知影讲咱中华过去的一寡历史。日本时代，日本政府在台湾企业11间农业仓库，目前只存彰化市一间，是见证台湾食食文化真重要的历史建筑。总工程费7680万的太祖楼修复工程，预定在2025年底完工。市农会表示，未来规划会纳入文书工作者意见，规划美村历史的相关展览，让大众认识台湾的农业发展。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今年的3月23日，妈祖生都是埔主地区很重要的宗教活动盛事。除了真人的月过彩街，今年地方的文书团体佮配合水道头聚落举办行读的活动，予妈祖生这段期间除了闹热通看，佮会当认识到埔主的在地文化。那蜿蜒它有几个功能啊？包括像那个鹿港那边淡水以前的老街也是这样。第一个听说是防风沙。伫埔主的巷仔内，导览老师向大家小解夜间店的建筑风格。埔主的地方文书团体配合妈祖生这段时间，带民众用行读的方式来了解埔主历史的演变。哦，因为这一个历史的转变里面，牵涉到很多的文化的路径。哦，包括为什么埔子以前它的地名叫侯树港，那为什么会变成埔阿卡、埔阿丘卡？它其实就跟妈祖。我们的埔主妈祖来到这个地方是很有关联的。为水道头文创主楼开始，经过合作亚钢店的玉信行，才到到埔主第一市场，行读的范围为文化到生活，让参加的人会当知影埔主的文化。伊这亚钢店到底伊迄个街屋吼，伊个构造是安怎吼，无解了解。啊，今仔看迄个街屋的侧面吼，知影这个街屋吼，伊头前到后边吼，啊，规个。诶，这么长的一户，伊是虾米安怎会构造安尼？除了街仔头巷仔尾的行头，阁有本地的食食文化来彰显地方对妈祖生的重视。文书团体表示，因伫埔主投入真侪时间调查在地历史甲文化，透过活动的举办，唔仅要让民众感受宗教的闹热气氛，嘛会当让发生伫这片土地的故事，会当继续保留甲传承。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国际出名的当代水墨艺术家洪耀，伊真够用底线、用撇的，也是用地方式来创作。去年原本是要去阳明交通大学担任驻校艺术家，却因为心脏病来过身，才到85岁。阳明交通大学即马嘛特别举办回顾展览来甲纪念。利用底线弹出多变的线条，配合油彩。艺术家洪耀的作品展现出台湾的艺术手法。伊少年时经历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所以伊一生拢真愿望会当自由创作。一般水墨艺术拢用毛笔，不过伊利用线、用断的，也是用地，伫咧纸顶悬弹画出艺术作品，
创作的过程也有表达不满的反抗。他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成长的台湾国军将领的后代，就是所谓的黑五类。我想他的东西如果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意义，那恐怕没有今天的成就。他从这种反弹开始，对整个的社会各种现象都有所表达。洪耀的牵手讲，创作是洪耀一世人的志愿，无论在哪位，拢是以艺术为主。一上欢喜的代志，就是创作。我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个人啦、他好像就是为艺术而生，他活着就是为了艺术，他对生活没要求，吃穿什么都非常简单，没要求，物质的要求基本上是没有。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画画，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创作，直到死之前，他也没有停止创作。洪耀过去爸爸用天车吊索啊，完成过单线的大件艺术作品。去年，阳明交通大学主办邀请伊去学校担任驻校的艺术家，想袂到伊却因为心脏病雄雄过身，所以学校特别在艺文中心举办展览，以反弹为主题来纪念伊。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讲到环保意识的提升，资源回收再利用是现时代重要议题。即马到社区营造团队伫咧台北的中正区，找到一栋老厝，甲重新整理再利用，做环保宣传的基地，嘛伫只举办废弃物再利用时啊，咱做伙来看卖。甲派去的雨刷拆开，整理了后，塑胶包装纸取入去，废弃物就通再利用，变做衣橱啊。这里办废弃物再利用为主的一期节，有就这就这这款的包装纸的材料，啊嘛是大家拢会把这当做粪扫弹掉，安尼嘛是就无彩雨刷的布，伊有防水的材质，袂当讲好粪扫车回收，所以阮就一直想讲，是虾米款的方式，甲会当够再利用啊。各种色水的西线摆几落摆，有新创团队发现大型公司一年甲一栋无必用的西线当作粪扫弹掉，唔甘只的西线予人浪费，应该只的西线买落来重新整理。本体是做西线的设计师，因为看到逐年拢做无彩，就只的西线拢去用弹掉，重新再利用，予大家去使用。上主要是面对只会做生意创作的创作者。伊会起来买遮个西线做因的创作。这个废弃物市集办伫中正区，这栋原底是政府员工宿舍，超过60年的旧厝。社区营造团队甲旧厝规划做展览，工作坊场地，也加做在地 NGO 的好朋友。漫画比较多是无家者。然后或者是有需要经济弱势者，那他们也需要工作机会，或者需要的是去接触大家的机会。那所以像我们每次办活动，都会把他们拉过来。旧厝门口就有在地 NGO 的介绍，甲无主管道，加入一楼买一些商品，也参社区文化性别基地有关系，也和这栋资本坑咧用的旧厝会当活化，和在地 NGO 社区居民共生，也是做社区创意的好所在。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明仔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2度到31度，中部地区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22度到34度，东部地区22度到29度。外岛地区18度至26度，过未来三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陈吉安，咱明仔再同一时间再会。